样，我就要被丢尽了，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弄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到底在做？凭什么叫十七岁龙舌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你太不尊重人，怎么把我身边当什么？你没有看过妹妹的女朋友？没有啊，有以前有，可是我都常常跟他们打架、啊，还闹警局啊。姐妹俩怎么都一个样？对啊，很喜欢。听说昨晚你们很热闹，为什么昨晚很早睡？因为昨晚妹妹跟她那女朋友出去，然后被你们乱闹，是不是？她自己要喝水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坐沙发嘛，那我就坐在那个餐厅的那椅子上面嘛，所以我离那个厨房是最近。我吃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一看她那一只脚这样子，就从台子上面，我就想，这个人真的太糟糕，太糟糕了。最后的她到那个点哦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。跟你是第一次见面，跟你见面也没有几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一起吃饭，那吃饭就是，哎呀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，我要出钱呐、啊。一般人的话就点点了，第一天跟人家去吃饭哈，又不是你出钱，你就把点点，就人家叫什么你就吃吃就算了。哇，还在那边还以为自己是老板娘哦，对吧？我不会喝酒，哇，到最后喝的比人家还比谁都要多。拜拜！我要下一个这种人出来嘞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耶。超师太叫我超多杯龙舌兰，十七杯，黄干黄干黄干，真的很不尊重人，怎么自爱，丢死人了！你好不好啊？你干什么、啊？好意思哦你，让我就要被丢进，你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弄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到底在做？凭什么叫十七杯龙舌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丢你自己的脸，自己消费，自己处理。哎呀，姐姐也许是很疯没错，可是她再怎么疯，她都知道分寸。那你今天就弄成这个样怎么办呢？还好，好玩吗？今天一整天肚子火，就太不尊重人，这把我身边人当什么？她没有付任何钱，她人好当大爷，我要服侍她，用我钱花我的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自己点东西喝酒喝。跟几杯的关系好吗？你喝了这么多才会搞成这个样子，跟十八杯跟十七杯没有任何差别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喝叫那么多。我在你家人面前我会这个样子吗？因为你分寸好吗？这是家教的问题。你怎么会这么没有家教？我们在你这个年纪，你不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还见长辈，然后把自己喝那么醉，还见第二天不搞是吧？搞成这样在干嘛？他说正常来说，如果我们一起的话。早就已经不知道被捡去哪里了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我说你也不适合加针，对啊，他说酒被下药了，对，一直讲酒的事情，他说他平常喝的不会这个样子，对对，他说我先搞清楚，就是这几次真的是没有结局了，反正没有结局就这样子了，第一天见面已经是下雨，对，第三天最后的背影，哒哒哒再见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三天呢、啊？妹妹昨天赖我说，严重怀疑是我们制作下药。她说我是第一嫌疑人，小莫是第二嫌疑人。爸爸回来一直狂骂我说，要我们打电话跟女儿道歉。她很过分的一个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要跟她道歉？这女儿真的不能留。妹妹她女朋友啊，说那个有收集我们大家的头发，说跟我们大家下降头。然后说她自己有对妹妹下过降头，分手了。去一趟越南就分手了。哎呀，年轻人的想法我们不予置评，她高兴就好。她在外面露下面给人家看。这样子啊。哎呀，那不行了，不体面了。